是秦英俊俏帅气的外表受到许多人的喜爱，但他们超出常人的思维，常做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傻事。美国一名饲主养了一只霸宝哈士奇 Luna， 他非常宠爱自家二哈，经常带着他一起出门。渐渐的，他越来越会撒娇，有时候忘记带他出门，就会开始发脾气。Are you mad? Get it. Get it. 那天爸爸下班回家， Luna 好像怪他把自己丢在家，赖在床上不起来。What are you mad about? 叫撒娇。一直不断扭来扭去，搭配着汪汪叫。Are you gonna dig? 不再跟爸爸看。Are you gonna dig? Goodness, my goodness, jeez, are you mad? 不用在家陪我吗？真的像极了吃素食的小女友呢。Luna 的个性活泼，也很有自己的想法，心思让人难以捉摸。经常早上醒来莫名其妙发脾气，爸爸只能好好哄他，并且口中念念有词的不断抱怨岁月，让爸爸毫无头绪他到底想要干嘛。只能傻眼的表示你又在发什么疯啊。网友们看完一个下班留言表示， Oh my goodness,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这才是哈士奇啊。不要意外，爸爸感觉也很无奈。身为一个小公主， Luna 经常跟主人发脾气。家里有一只细这么多的毛孩， I love you， 但有什么办法？ I love you， 就是这么爱他。Good girl， do I high five? High five? Oh, good girl.